那人就在首尔。今天你们就陪我化妆一下啦。我用的眼影盘是 Overtake， 就是泪之女王那个梦。안녕하세요，여기서美水要嫁给这种人。苏珊满足了。Victoria， 哒哒哒哒哒。这是我的新礼物哦，你看他吹出来的头发。颜色应该会比较暗一点。天啊，这里是天堂。狗狗走得很慢。啊，踩到我了！只有几分。现在苏珊的信用卡好像被盗用。我坐金智媛的位置。咋地啊？你愿意嫁给我吗？Do you？ 哦，两只老虎。天哪，宝贝们，天气真好！啊，我们现在人就在首尔，哈哈。这次呢来韩国呢，我们主要是庆祝佩玉的生日，因为佩玉在这里上那个语言班，韩文小学堂类似 something 这样的东西，他就在他生日这个期间没有办法逃开，就是他没有办法出国玩，所以呢这次一样也是在韩国陪他。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事情，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佩玉可以直接在国外待一年。我其实也很想要了，我们之前有讲过要一起做这件事情，因为在马来西亚就有太多东西我觉得放不开，所以还是没有办法狠下心来做这件事。但是呢我有给自己一个目标了，就是想要在生孩子前可以在国外生活，就是在体验多一个国家， maybe 3个月5个月啊，这是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情啦。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完成，因为我目前的想法是我需要等我的宝宝，不是这个宝宝，就是第一秒宝宝，可以在一个很稳定的线上，然后我去做这件事情。很想要你，我跟你们讲，我发现哦，不懂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我就是没有办法坐晚上过夜凌晨的飞机。我不管是坐经济舱还是坐商务舱都好，我都有一种睡不到觉了，怎样都睡不到觉，而且是那种你好像觉得自己没有睡觉，一直听到歌里面有什么声音，这样就是很辛苦，然后好像自己过了一整夜这样。很可怕那个感觉。今天你们就陪我化妆一下啦，有点小小的 get ready with me。 我现在很少会做这种事情，我现在很多人很想要看我怎么教人家化妆，其实我真的是有进步，但是我还是要再学一下。看到今天的双眼皮，那一双真的超烦了。欸，观众有懂你学化妆吗？懂啊，我有学呀。你弟弟学过吗？是不是？是啊，是没有错的。我是有去跟一姐学化妆的，就是我们的秀文。可是哦，你学化妆你只是学几个妆容嘛，有这些东西你还是要在自己练习。我决定今天要贴高一点，你看很像单眼皮哦，那一双真的很麻烦，我都是用双面贴的。今天的眼皮很不听话，真的是没有勇气去割双眼皮。嗨，我去可以去割双眼皮吗？可以啊。嗯，我还以为你会说不行呢，请你说不行。可以。哈哈哈，你终于听到了。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做这种事情的，虽然讲是真的是一劳永逸啦。其实哦，我也是很羡慕人家很有勇气去做一些手术的那种心情。其实我是不会不赞同微整啊，或者是整容那种啊。我其实也蛮想要去弄一下的。很像很多人啊会来韩国做水光针啊，我每次看到效果很好，我也很想做。讲真的，很想。可是哦，它那个针这样嘟嘟嘟哦， I cannot， 真的。不可以。为什么？水光针是皮肤好的耶，真的。所以哦，你们看我的皮肤好哦，真的是我用产品，还有我的美容院，还有保健品这样子得来的。真的，我很感谢我现在的皮肤这么好，现在目前用到的产品都很好，继续这样子。我用的眼影盘是 Overtake， 我会先上眼影先。可以教你们怎么夹睫毛，怎样给它夹翘哦。其实哦，你对准里面，确保你的毛夹完了，看到吗 ？OK， 确保呀。你不要弄它，你就给它一个直角形，就这样。可能你可以数一个十秒，这样按3、2、1。好，看到吗？内眼线。下
爱美的吗？关你屁事啊！没有说嘛。我爱美关你屁事啊！爱美是给我看的。我不是哦，谢谢哦。我爱美是给我自己看的。哦 ，Judy Do Judy Do， 好厉害！我跟你讲，我的眼睫毛可以三巴掌。我黑眼圈不是普通的深，所以我一定要黑眼圈打底。所以上了粉底前，我都会做黑眼圈打底。黑眼圈打底是这个 Laura Mercier 的三 C， 很多人一直问我为什么我的脸上可以这么服帖，我用的是这个 Chanel Ultra， 一定要找这个 Ultra。如果你们真的很有兴趣，我的妆容有时间我再出一支，是我用了什么东西这些。差不多的妆容就是这样子。然后嘴巴的话，因为我前几天收到 Kelly Cosmetics 的口红，所以我今天想要 try 一下它的口红。刚好收到两个颜色，我觉得我今天好像比较适合比较裸淡一点的颜色，还有一个是唇线笔，其实是蛮好看的。想要边给它吹的没那么塌一点，它就是很自然的，看到吗？它就不会这么扁塌。好啦，现在准备了，我们要出门吃饭啦。我们现在呢打算去吃一个，如果你们之前有在我的影片我们有看到我们讲过超级无敌好吃的 Esler 吗？我们现在要去那个百货公司，因为刚好那个百货公司也可以逛街啊那一些的，所以我们打算去那边吃我们想念已久的 Esler。 然后我们现在的天气我觉得是舒服的，现在的天气很凉，大概几度啊？现在才哦，真的请加油，现在26度，猜一下26度。没有，我们没晒太阳哦。哦呀呀呀，有可能哦，有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晒到太阳，很舒服啊。现在就是这个 Hyundai Show， 中文的话是叫奴伊岛。太难过了，我要的口味的汉堡没有了，所以我现在想要去找别的东西吃。我点了一个豆腐汤，超级好吃，好吃吗？这是比你的好吃。对，那个 burger 不错啦，但是我吃不饱哎，我要吃了整一番的呢。因为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吃 burger， 只是刚好吃到一个很好吃，所以我就不吃 burger 了，是真的很好吃。我们跟你分享一下，原来这个 mall 呢，就是泪之女王那个 mall。我们之前年前就来过这个 mall 吃 S 了，但是我们朋友没带我们上来，我们在 B One B Two 逛街，所以我们看戏，我们不懂我们来过这个地方。很漂亮哎，对，超级大，它上面很高级。我们看那个戏哦，根本不知道在这里，真的很漂亮哎，给你们看。现在狗狗的衣服你们看，这狗狗皮穿过来穿过来，超级精致的衣服，还要买给妞妞。会不会太胖了？刚才不会不会也很难哦？真的好看哎，这个根本就低描配色，真的全部是 pastel 颜色。连狗狗用品都超级可爱。买，然后忘记跟大家讲，我们已经离开上一个场地了。对，我们来了，我们怀念已久的。对，年轻人该来的地方，我们还是要来的。毕竟我们还是年轻人。我们在跟佩仪吃一个晚餐，我们刚才真的买了很多哎。我觉得我可以拍一集，真的是专门开箱。你们看我买一袋哦，它里面很多东西，因为我们环保就没拿太多东西。好，我决定了，我要拍一集，就是来韩国买开箱一下。哦，够力了，各位，又是两个小时的东西啊。因为有他打一定会进那间，新开了四层楼 Olive Young， 我觉得你会逛很久。没有看到佩佩吗？他在前面。哎，他肚子饿了是不是？他在最前面呢。啊，你又怕谁哟？我有被吓的。我怕你吓那个韩国大妈。马干马干。我们遇到真正的韩国人了。韩妞，韩妞，都是韩妞。不要乱讲话，韩妞怎么可以这样用？怎么了？我们又买了这个叫黑人。哦，他好哭，他明天就来接我。他是没有听到，我不想理你。哎，快点，快点，两条黑人。就是完全不可能进进去，超没素质，没水准。要嫁给这种人，还没登记吧，都有机会。马来西亚，对的，马来西亚，我们没有，真的应该是说马来西亚怎么会没D卡？马。这超好吃的，每个字都超好吃。对，为什么？难怪这么多人。这家巧克力是不甜的。对，这是最。就是红大街边，你看，好多人排队。非想让人家知道穿 M 码的裤子，看到没有？他们比你想象这么大只哦。瘦了，大只。你如果不会讲话，就回去马来西亚。我们又胖，我又大只哦。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听？都很难听。他
看到这里就很熟悉吧？这个呀，苏珊满足了，大家一定要来买，真的还是很好喝的，对不对？对，怎么可以这么好喝啊？买小吴发过之后，每天都然后几个师兄一直问我，你们就在你频道跟大家讲，别不要再在外面讲，自己讲。反正就长这样，一定要。重复你的故事。就是我前几天就回去嘛，然后就路上有人跟我拍照，然后他说我是马来西亚人，什么好幸运可以遇到你。然后他只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本人比较瘦哎，为什么常常帮你拍这么胖？你有帮我讲话吗？我没有说，对，他就是这种人，不顾别人死活。对，我以前比较胖，镜头本来就胖。真的不会讲话。我们来吃炸鸡了，吃这个 BBQ chicken。我们的炸鸡到了，但我觉得还好，问为什么？因为有骨头，有骨头。我们叫了三个人，两个配鱼的，配鱼的。哎，那有骨头，开心吗？开心，开心。我们又来拍头贴了。哎，虽然说每天要拍一张，但是想怎样？对，我们的目标是每天都一张。对，大家留言，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在马来西亚开一间大头鸡，连马来西亚都找不到，一定要开耶，因为这个超好看的。对，因为我觉得跟朋友出来就要拍这种大头鸡，我们会开一间出来，所以大家很认真。如果你们想要我们开，我们就开，想办法开，要想办法开，不是想开就开。哎，这很可爱哦。这上面没有的哦，教大家一个小撇步，就是如果你们有下韩国的 iCloud， 就下载这个 APP， 然后它有很多模板，真的很多哎，它的框是很漂亮的，对，它在 APP 上面限定的，限定的哇，那个代表什么？这个老水有吗？阿妹，哦，哎，这可以耶，八张照片也太扯了吧！这张超好笑的，我要选择这张。啊好。我头发穿起来，我在看到。这个吗？这个。你们看拍那种大头贴机器，可以记下我们美好回忆。还要 action， 快点啦 ！Action。Q 鼠。哎，好看，好看。红色好好看。但是我刚刚叫我看那框了，对不对？真的。再来一下，下来。又不是那种幼稚的。嗯，好可爱。小。哎呀，好可爱呀！小宠物一直围着看。耶，我们回来酒店了。今天一整天真的是很累，一下飞机开始逛逛逛逛逛到现在回家，真的是买不停的那一种。那我也觉得蛮推荐大家住这间酒店的 Lotte Hotel City Mapo， 我这边靠近宏大，这边真的是很方便很舒服。现在想要跟你们介绍一个我的新玩具，真的是用好它哦，我几乎每一次出国有带好，终于找到一个这么方便的东西啊，是这么小个哦，你们猜一下里面是什么？转转转转，猜到这东西是什么了吗？不是很漂亮，这是我的新礼物哦 ，Dreamy Pocket， 你看。超可爱，这么小个，我给你们看它有多小，这样子看直观不了多小，是不是？你们看。它跟我手机一样小，就这样子抱哎，超级方便带这个东西。它里面当然不止这个东西啦，它还有它的配备是一 set 的，这是吹直发的，哎，拍谁啊？我现在戴那个牙套有点大舌头。然后呢，这是吹卷发的，你看。就这么小个，塞在这个包包里面，而且买的时候哦，这包包也是一起的，所以他给你的东西完完整整就是这样子给你。跟你讲，用好它过后，我真的回不去了，因为我之前哦一直用酒店的吹风机，每次吹来就是很 bad 彩，就是那种头发好像快要坏掉这样，很毛躁的那一种，都发质是那种没有夸张，就是瞬间变差的。看这个吹风机小小哦，它只有300克的重量吧，这么小个，但是你看它的风力。哇，超大！然后它有3亿的负离子，它可以抚平我们的毛发。这个风真的超大，然后它的温感哦还是有控制的，你知道吗？它控制在-57°，就是你根本不用怕伤害到你的头发。然后这个按钮哦还是可以调节冷热风的。
你就是可以随意调节的这种。我给你们看它的风力加我现在酒店的吹风机的风力好不好，不用钱好不好。先给你们看酒店的风力，我开最大了，就这样啦。我给你们看这个 Dreamy Pocket 的风力，听到那个叭叭叭叭叭，哎，我的距离要拿对，不然等下你们讲我作弊。OK， 这里，这里，我真的开最大了啊！叭叭叭叭，你看那个差别吗？你们看那个大小，真的是超级巨。你看啊，这个折叠收纳已经很厉害了哦，但是呢它折叠收纳其实还有其他用处了，像是这样子呢就是收起来嘛，然后你这样子呢除了可以做吹风机之外，搭配它的头，这个是否吹直头的，就是直法，你看它吹出来的头发是顺顺的，不是那种毛躁毛躁擦来擦去的。然后呢它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另外一种哦，这样子就是做卷发啦，可以拿一小撮 try 给你们看，我头发不够长，如果再长一点它就可以这样，然后枕头是可以有卷发的效果， CP 值是不是很高嘞？我吹半边头发给你们看先，各位你们有看到不一样吗？这个是我用 Dreamy Pocket 吹的，看我这边的发跟这里，你看擦擦擦出来的，你看到吗？这边很可怕。如果呢你们想要得到这个 Dreamy Pocket 的话，现在有限定的团购优惠，真的是限定哦，听清楚哦。因为很多人哦，跟你讲之前啊，每次我做团购他们就讲我现在才看到影片，就会讲很错过了。所以呢从今天起到6月15号购买这个 Dreamy Pocket 呢，这个原价原本哦是899，现在只要769就可以得到，它之外还会再赠送一个 Dreamy 的梳子，当当，这个被我刮到了，可恶。这个梳子呢是价值149块哦，但是现在买二会更加划算，跟姐妹拼单哦，现在只要1498，就等于一只哦便宜了150块，超级划算好吗？而且这个梳子你跟你姐妹一样会得到一人一个，我是你啦，我会找人家拼单的，所以这波一定要跟哦。哦，我这样子吹吹一下，我那个头发毛躁还可以给它救回去哦。哇，很厉害耶，这小小个的东西看不出来这样厉害哦。哇哦，impress 到我一下，真的是很方便携带。所以呢各位这次的团购跟起来哦，很难得的哦。好了，我要睡觉了，我们明天要去干大事，这个很大的事，很期待的事，姐妹们要跟要跟哦，上车上车哦，晚安。早安各位，我们现在就是出发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昨天讲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呢我要去体验韩国的美发院。其实我想体验很久了，一直没有行动力，因为这次呢蔡成勇主动哦，他主动要去做这个体验韩国美发的那个体验。主持人想说反正有人陪死我们就一起死，所以他才陪我一起，所以我就想啊，既然有人要去哦，那我就去。其实我真的很不敢的，主要是他们采了的其实也多，其实时间方面上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做别人不做就会拖很久的时间。然后这次呢去的是蔡彩虹找了一个美发院叫茶，这茶烘其实我已经知道他很久了，只是我不知道原来他有开美发院，因为他的那种喷雾啊定型喷雾都很好用的，是 international 用的， I mean 可以到海外的都懂，这样厉害一下。我懂啊，我不懂其他人懂不懂，但他的喷雾真的很好用。然后这整个影片呢
主要会在菜场那边啦，然后你们就去看比较细节内容过程，我就这边就会带过，等下你们就等待一下我的结果吧。哦，我这次的要求其实烫一下，染一个发色比较没那么肮脏的，然后还有剪掉一些他们专业的那种layer剪，期待我的结果。到江南的 Best Award。现在他们在选书生染头发颜色。其实他们有给书生选一些发型，让书生帮我选什么。他在抚摸他的头发，哦，都是美女来的哦。我不用书生驾驭到吗？哦 ，This one is more prettier。这也太细心了吧！他看我穿白衣，他直接给我一个衣服换。原来那个还有包一些食物跟饮料。老师在教我怎么烫，老师现在教我怎么做造型。哦，起来 ，perfect， you're so talented。And let it cool down like this. 老师现在帮我做另外一个造型 ，another style, right? Yeah. Okay. Oil. Okay. Mix. It smells so nice, right? 耶，各位，我的头发就弄好了。其实我蛮喜欢的，把layer剪的其实是跟我之前一样的，他把layer剪的更细一点。还有被他种草了一个，就是有一点定型lotion这样的，然后他就整个弄到很好看，就是这样子，就是变得比较更有个性一点这样的感觉。看到就直接入手了，因为我很不会弄自己的头发。哦，你送我们好多东西。OK。哇，他真的是给我们一堆产品。And this one is our scalp mist. OK。Our oil essence. Oh. My name card. OK。坤浩你。坤浩。坤浩要坤。Thank you. Yeah. 感谢你啦，坤浩你。我们就弄好了，太阳底下的颜色应该会比较暗一点，正好我也是想要染比较黑一点的颜色。不是开玩笑哦，昨天的天气其实蛮凉爽，我今天是热到半死，差太多，我觉得那个温，今天是太阳晒到又热到那，我要生气了，我穿长袖。遇到配啦，是这间店吧？안녕하세요 Vlog 博主们，耶！我们买了一个 CT， 很像垃圾的袋，对，怎么装？是买了什么垃圾出来？是你们的相机？这不是我们的相机啊，这是你的相机啊！哇，你们很无聊哎！真的很难使用。我刚看到你在买相机，我就是天哪，那个要这样穿，我真的。你刚刚一拿起来，我们就发现，哎，是你的相机。哎，几提一台新相机？大家救命！相机要更多了。我们肚子太饿了，所以走到路边来一个感觉像老字号的店。哇，然后这个还是豆浆面，我们看别人吃到很好吃，所以我们就叫了。然后这个超好。冷的，感觉好特别。试看看豆浆面。哦，你要往下配，你应该是往上拍。没有，我不敢喝。下去，喝个吧。果然老店真的很便宜，但是味道我觉得还好，就没有那么好吃，就很硬。但是真的好便宜哦，因为我在宏大的地方最便宜哦，它最低就7000，这边4000都有。Let's go， 我们要再去寻找下一家 DVD。真的是第一次来到，蛮特别的这种地方，真的很有人情味。巴沙马浪这件事，巴沙巴吉，这个形容词好哦，是不是？我要讲一次，等一下我要在我影片讲一次。呀，你干嘛偷我台词？真的很少可以看到这种街景，都是老一辈的人。我觉得我们去太多太城市的地方了，还蛮不错的，只是太热了。这边真的是古着啊，那些古董都超级多的。我们来了第二家，但是他们说这家店不能碰。很厉害，你看这就是东西。天啊，这里是天堂。那 DVD 真的是。刚刚我们要配咯。
这间真的很好很好逛。 OK， 这间也是我们在小红书看到的，但是很多人都会说在小红书说老板脾气很不好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们都觉得老板脾气很好，老板就是讲不可以动这些相机，但我真的觉得真的不能动是正常的，因为老板也不是不会秀你怎么样 condition， 他都会给你看试拍给你看，真的不动也是没关系的，就你们找好你们要的型号然后过来的话跟老板讲，然后老板就会找给你秀你看一下 condition 怎么样，这里很好买哟，而且有一些型号在这边是很便宜的，我们就少了第三台书生现在爱不释手了，有一台 CCD 好像拥有了全世界这样子，老公都不要了，老公跟 CCD 选一个 CCD 你们我们要吃这个晚餐，我们终于进来了，等了多久啊？应该有30分钟，三四十。哇，想不到等那么久，好饿又好累。这间是被无意间来的，就是没有搜小红书，觉得很好吃，带我们来吃。而且那肉片真的是饱了。我们叫的三人份猪脑，我也太饿了。这边有男的帮客人拿东西，是可以拍一下，拍一下。哦，吃饭啦！好爽，好吃吗？很好吃。讲真的啦，我喜欢厚的。我不喜欢厚的，我喜欢薄。我觉得它这边蔬菜一点是它的肥肉还是比较多，比较喜欢吃瘦肉，而且还有骨头。大家如果想要 try 可以来，最重要它的豆腐鸡给很好喝。是啊，豆腐则是一流，这边豆腐一流。鸡给很好喝。那个狗狗走得很慢。哎，你在路上不要骂脏话，很难消音的。哎，踩到我了吗？什么姿势？什么鬼？发什么东西？基本上蛮好笑，你的脸。哇，来了！哎呦，绿色好好看哦，好烦，可以蛮想走的。拜拜！我来这么多年了，他还是没有改变，他的 friend 永远不拼对。到了这个宏大，最近才新开，好像两个礼拜，听说最大的 Olivia 四楼哦，我要好好逛街了，各位，期待我的战利品吧。书生结束了。可是它看起来没买很多，买一个小时而已，一个小时半，一个小时半，哪里哦？买了什么？我买了很多，有些还没有买到，还要再来？没有，这边应该没有卖。我太阳了。呀，好了，我们回家，我们来吃马铃薯排骨汤。好多人排队，看蔡勇是找到这一家超级好吃的，好期待哦，因为我自己蛮爱吃土豆汤。吃啥泡菜，这边蛮好的，我们之前吃的一定要几个人就叫几人份，这边的话没有强制性的叫几人份。很好奇，你看他现在在滚哦，可是他怎么滚的？都很好喝。你吃吗？也是蛮嫩的。嗯，那有人讲不好吃，踩雷，但我觉得好吃。那个不好吃。那我们直接红大色给你。我主要这样小份的，我们直接吃那个一定会大大份的。土豆汤加拉面，天生绝。哇妈妈。好吃。我们现在看到一间店是佩玉之前 IG 有拍到的那个熊熊的面包，超可爱。你说有吃的地方就有它。哈，안녕하세요。在等它包装好。哇，好可爱哦。我们现在拿上。哇，包装美哦。对，它都是要自助的。它那上面长怎样？佩玉讲之前没有上面的。哦，蛮大的。它刚好前两天才开的。太梦幻了吧？前两天。这位置。哇。世外桃源，好可爱哦，跟你一样可爱，而且它汤匙也超 Q。我跟书生跟这面包谁比较可爱？你，好心动啊！嫁给他吧，我是论好吃的团。请你说我愿意。I say no 。
真蜂蜜耶。我们来到了帕利德贴贴，我们今天比较早拍，我们又拍好了。联谊，大家应该已经不想再看我们拍这种话了。想要看我们马来西亚开的话，记得下面留言。好了你，我们拍的爱心520哦，今天520哦，给你们看认真的大学生。我已经很久没有为什么考试烦恼。你看我的同，我的朋友。在读书哎、欸，在读书是在把课本的字打一次，就是在念书。Anna, no, set, na, 左右手 ，Anna, no, set. 我不要再读书了，后悔，后悔的选择。来逛这个最近蛮红的快闪店，丢哦，真的没有人呢、欸。它就是比较卖口红那些，装潢好可爱、啊。好可爱，买了一个小口红跟腮红。其实我比较想要拿到这个锁匙扣，那就会送一个小锁匙扣，然后里面是可以装口红。大哥可以说一次吗？我算帅吗？我们会说中文的。很多朋友，这个贼帅吧？你的语气很浮夸，你太浮夸哦，会被扣钱。这个再不帅的话，就在韩国算帅哥吧？这样可能看到没有？都没有160公分，大屁的。几岁呢？20。20。嗯。哦，20，皮肤很好。没有，28了。28岁可以。皮肤这么好，没有有化妆，有化妆吗？没有，你们白天这皮肤，那皮肤原本就 OK， 蛮好，原本就好，你比那个中国大陆的司机好多了。他刚刚说他以为你做音乐，我真无语。音乐，我也想要我做音乐的，是不是以为他是 idol？ 他是歌手，是啊，你唱一下，一年唱一次新年歌，你问。我爱你唱这首歌，别吓我好不好？我最爱啊这个。你爱这首歌，那我们一起高唱一起啊。问我爱你有多深？哎，他是韩国朋友。我爱你有几分？OK， 可以啊。来到的这菜场有，上次没来到，上次没来到哈。对，快点啊，快点拍。我来到 Gentle Salon 了，卡比巴拉，超可爱。我们来那边拍照，真的很多人在跟 Gentle Salon 合照。那卡比巴拉真的很可爱哟、哦，太可爱了。给你们看这边的装潢，全部都是白色的，整个画报都很好看。你要买了。很烦了、啊，我们每次韩国的来一样的地方，我就花一样的钱。他如果有看上一次我们跟佩玉来韩国的 vlog， 我们也是来这边，然后他一样做同样事情，那边等。他一样坐在那。哎、欸，你怎么滑手机？没有一个小时半了，没有在滑小红书。你没读书吗？读了一半啊。哦，有读就好哦。哇，太替老师惩罚，因为有真的读书。哇、哦、哇、哦，大家认真呢。你该有认识那个车上那个司机，还可以跟你练习。有必要啊，还这么老了。随地找了一个晚餐，看起来很多本地人吃应该对，还有哦，有很多哎，梅花肉也有哎，太好了。它也有冷面哎，也有冷面，那看得很大家。对，我们是看到因为这边很多本地人，所以我们进小菜先上了。书生长大大了，他现在要吃菜菜生菜哦，真的是不吃了。他已经吃过菜菜，但他不敢吃菜菜。我就是他的菜菜，沙拉黑哟，书生一米八。OK， 还有吗？这个书生吃生菜时间，然后包。哦，哎呦，生菜女，因为我想的那么难吃啊，很丑，不要讲话，不要不要。问题之前不能是首尔的第几天，然后今天呢一样是逛街一下下，没有，主要今天是出来先偷偷菜买蛋糕回去。对，我要跟佩玉姐妹准备好。对，我们现在是骗着她的，我们等一下就要去选一个蛋糕了。但是淑珍想要去逛一个共同品牌衣服店，因为我觉得没有机会逛了。 Sculpture 这一个很可爱的店， Sculpture.co 奇妙 CO。
刚大概拿了几个战利品过后呢，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到一间很可爱的算是蛋糕店甜品店，然后它的蛋糕哦是很可爱到你在马来西亚哦就可以预购的那一种，然后它这边的话就是现货就可以直接带走了，真的很可爱，那我觉得也很适合佩玉，所以我们就选了那一家，也是在宏大附近的。我们到了就是这间很可爱的店，它叫 Total Hip， 我们去看今天有什么蛋糕。哎，这个蛋糕可爱，这个最可爱。你看啊，这边的类型蛋糕就很多，真的可爱的哦。这个我觉得佩玉会喜欢。对，哎，这个应该行。他应该不会想这样太可爱了，因为其实哦，我们也很难制作一些蛋糕，我们真的不会韩语。我觉得这个黑色 ribbon 佩玉应该很喜欢，拍照也蛮好看。你看，小小一个。这边的蛋糕店设计是蛮有心思的，而且我觉得这个 size 比较好。现在人家生日哦，是过生日不是来吃蛋糕啊，所以不要太大片。这种只是吹而已。对。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些很可爱的蜡烛，哇，好方便哦。还有买了一个珍珠的头箍，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蜡烛，就觉得很适合放在它上面。这是 spare 的，我们就叫了 cheesecake。看起来是好吃，我觉得。Strawberry Adea， 这个是 tiramisu de tea。嗯，很好吃哦。怎么可以这样绵呢？就是它不甜。嗯。哦，哎，这真的很好吃。我以为这个店的蛋糕哦，其实就过得去这样子，因为东西很好看嘛，然后装潢又很好。它开就三开那个地方。真的。蛮厉害的。有没有人 share 我就不懂的这个地方啊？哇，它的 cheesecake 真的很好吃，我惊艳到我一下，是那种。放到你嘴巴里面哦，很满很满，很扎实。我们试一下它的提拉米苏的，不饱也是好喝。现在苏生的信用卡好像被盗用，因为苏生信用卡刷了很多百货公司，大概有十多二十千。喂，你可以帮我 check 一下我的 Visa 卡吗？因为我好像被盗刷，还有我们没有刷过这么大笔钱。好好好。嗯，拜拜。好啦，这为什么我会这么突然去看我的卡，是因为我另外一张寄带来韩国的卡就突然找不到哈，所以我要看有没有人盗刷我的卡，结果是盗刷我另外一张卡。那张卡你还没有带来韩国，重点是？对，我完全没有用过那张卡，也没有带来韩国。所以其实信用卡是个蛮危险的事情。然后我刚刚去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哇，为什么这么大笔钱要还？我就去点进去看，都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没有花过这么大笔钱。看昨天哦，啊，都是在百货买东西。对，你看到吗？1亿的韩币，怎么可能会刷这种？重点是他是 online 买是吗？我不知道嘞。你都没带卡来，还是你的卡在韩国掉掉？我一下机场我就发现我没有带了啊！其实昨天哎，天哪，是昨天哎，他是18号的刷卡，明白吗？哎，你的卡不是刷卡会跳信息出来的吗？就是这个没有跳出来，就是昨天啊这样子刷的。平常有啦。平常有。我希望这笔钱可以拿回来很多哎。大概13000啊。好。先不要理那些事情，我们现在呢到了一个蔡祥勇一直很想来的地方，就是眼泪女王拍剧的那个餐馆，就是这间 Bi Na Mu Si Dang。 这边外面呢就是他经过呀，就是这个地方。如果有看眼泪女王呢，这个地方就是呢男生吃饭，对，然后就讲很爱他很爱他，然后就刚好被女主听到了这样子。那期间他们在离婚的，对不对？对啊，有点甜蜜浪漫的。我们先进去，先等一下有人要坐，我们可以马上坐，怕有人要来。然后他们讲建议这边哦，要在饭点的时候来。爷爷，对对对，就是这里。我先坐女主的位。女主坐这里，这整个环境蛮好的，完全没有人哦。我们就有了食物。我坐金智媛的位置，就是金智媛吗？就是金智媛本源。被盗刷很小，这样看比较像，对。他被盗刷，还要不要开开心心？我现在心情已经复活，他现在就像我昨天考试失利的我。就这样。因为我们第一天我们不是一直刷不到卡，刷个1000多块刷不到，因为他超过里面，是他刷到超过里面，所以这张卡哦不在马来西亚，是在韩国被人捡到，然后他去盗刷。你在韩国弄不见？
可是我一下机场，我不是跟你讲吗？我不懂。我觉得是在飞机上，不然就是机场，飞机上跟机场。因为我记得，我真的很记得，一到这边，我想要买东西的时候，一打开只剩下 Amex， 另外一张卡是没有的。我们叫了这个，他们讲很红的豆腐汤，然后还有这个是应该是 kimchi soup， 哦，感觉不错，这肉很好吃哎，吓到，不，很好吃。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在國外，不是去，是我们到警察局的。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国外进警察局。啊，对啊，我们没经过。有啊，有开有开，不要紧张。没有想到韩国警察有八个，有两个会中文，蛮厉害一些。他们都长得。你吃饭了吗？啊？什么什么？吃饭了吗？刚刚吃饱。你吃胖了吗？啊，他吃胖了。目前这边是公认全世界最好玩的警察局。他们人都超好，而且都长得。还会跟我们聊天。如果是在国外的警察局，应该是。就不会认真，对呀、啊。耶、各位，我们已经报警了。哇，很推荐大家来这个梨泰院的警察局，就是真的，你搜梨泰院警察局。虽然讲不是希望很多人会遇到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有遇到的话，你就来这间，因为这边哦，至少有两位警察会讲中文。没有，主要是什么你知道吗？主要是你会以为来警察局很险的要报案，可是这个警察局是个景点来，因为他们里面很有趣。真的，他们很好玩，也是在跟我们玩。然后你知道跟你们玩的人上面有四颗星吗？欸、他应该是警卫，那个看起来是很大职位，他感觉就是警长什么的。我刚刚拍影片呢，然后效率又快。如果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的话，真的可以来梨泰院这一家，又快又厉害又好。你给我内功，要那个最好笑，他吓死了。对，是他的女同事还拍他肩膀，人家赶快走哟。你看我们跟警察玩，我跟他说了两次土味情话，然后就一下走掉去对面，他就问他说 gay 啊。我们俩不是跟那个是我老婆。佩佩说这是 GD 跟 Jenny 的约会地。跟谁跟谁 ？JD。哎、欸，跟我老婆吗？好漂亮啊、哦！我们先来这间。台币金珠。啊，这个是那个猫猫，它是黄色眼睛的。一个吐舌头，超可爱。天，我要。我们买了这个是情侣的。Jenny 同款。这个我买了自己一个，自己一个。各位，他买两个送给观众哦，他人真好，因为这个很贵哦。对，这可爱哦，韩国才买得到。哇，绝美，那阳光，我们在这个露天上面，用阳光来安抚一下我的心情。是阳光安抚的好的吗？好的，用香奈儿包安抚吗？好像需要。想要一颗，真的很舒服哎，这里。对啊，刚好又天气蛮凉，然后太阳在这里又蛮暖暖的。啊，那这个叫多利多姿吗？那个不是零食、不是，那叫什么啦？可丽露啊，可丽露，多利多姿，很好笑。多利多姿，我要我要。哈，外面是这个。哈。抢萨摩耶的东西，哈！护食，还搞护食？哎，这边弄超漂亮的。护食要打啊、哦！打嘴巴。护食要打嘴巴。哎，太阳下去了，拍太阳。是，刚好有点美了。哦，可以关机了，可以吃了。哦，感谢哦。我根本没笑。你有发现这种你自己在笑吗？在成都就自以为自己很幽默。嗯，那种搞笑呢，重点是你不想陪他玩，然后我也不想陪他玩，他还自己在那边玩。对，自以为幽默，幽默你哈，怎么样？没看过我们两个川剧变脸女？川剧变脸女，我们就喜欢这样，随时随地变脸，怎么了？你们的脾气咋地？咋地呀？咋地呀？咋地啦？我们还可以扭这样狗。咋地啊？我们要先接回来啊！哇，好美哦！来，假装接吻一下。哇哇哦！咦，超像，像什么恶狗这样？对对对，要开始啊！那种声音一直……哎，你要去坐那边，很漂亮。哇哦哦嗨哟！可以嫁给我吗？不好笑，男人。对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是什么？说他不好笑，不说他短。
说他没用。那个还是巨大自闭症，不好笑，不好笑是第二名。就是大家可以来这边，可是这边就是真的比较难上来一点，就是大部分人都要搭车。对，但是大家可以看天气好的时候再来。又来打卡路，噔！这次我们戴的是头套。今天晚餐吃这个烤肉，加一些好像有汤的，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好好吃哦。我都还没坐下，就已经送上来了。感觉是超级好吃的，哈哈。那就小蛋糕出发了。终于我们到了，这是佩瑜读的学校。欸，很有感觉，等下我们读大学。真的很青春感，我们没有办法体验了。奔跑的小孩。大学的时候不敢坐上课。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把那个蛋糕送给他，因为其实也不应该现在，只是这个蛋糕都不懂。讲长了。尝也尝不到啊，直接给他。大早见面的送给他。其实最美的地方应该是等一下要去的地方。对，然后我们其实会去汉江公园，可能坐这散步，可能吃东西还怎么样。所以一大早先把这蛋糕给他。韩语学校，这还有点起球了，好像有点融化哎。难怪，因为早上冰箱没关完呢。关不完。宿舍还特地买一个很特别的蜡烛给他。好。哦。没有火，没办法，给你们看第一视角。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怎么没有在考场外面？因为我真的考完溜走了，还想要让你测试一下。这么打开我会吓一跳哎！你赚到了，你没有在那个考场。To you. 吃完哪一口？吃完？不能吃啊！哦，这怎么带去？哦。我还先给你放，就在那边吹。对，我们就懒惰带去那个地方，然后被你发现，直接先给你啊。那你可以收，你可以收起来了。我们来到佩玉的豪宅。比赛比赛哟！老木比赛哟！大家哟！十分比赛哟！所以大家多看我们影片，因为要付这房租，还去旅行。房租贵的。我都这样讲，我说我来这边更努力拍片的，因为我要付房租，还要旅行，很累。谢谢大家。佩玉的爱房，佩玉的客厅，哇，哎，蛮不错的耶。我的朋友。现在到炸鸡吃，我就炸鸡点了，帮我们点餐，终于吃上炒年糕了，感觉不错，吃一个，好吃吗？哇，那鸡翅很香哦，辣的，我这边的闻很辣，一定的，有辣，然后还有肉，小小的，然后嫩嫩的，到了两个味道的炸鸡。天哪，我们新发现真好吃，比我们那边吃好吃吧？好吃很多。很推荐大家来吃这个哦 ，Pardon Chicken。其实这里也算弘大附近，但是这里是偏马埔区，可能你还要再走远一点。这家真的很好吃。안녕하세요。我们来的是公园，现在太晒了，但好彩有风。我们到了，但是我们要先买票。啊，还可以坐这个车哦，大象列车。哇，有这么多颜色，你好可爱啊！有黄色，有粉色啊！等一下，我们也是在坐那个空中缆车。这样子看是真的蛮多动物的哦，长很高哎。来哟！他睡到四脚朝天，看到早上很潮东西。金色，蛮绿色的。两只老虎，再叫多一下，快点，我手酸了。真好吃啊！啊，累哦。他们还有家族哎，这边有一个洞可以进去的。哇，走过去啊，走过去啊，这个洞。哇！哎，这里，在这里，好大
会游泳吗？他叫伊欧亚。为什么他嘴巴关不起来啊？口渴了，想吃人。吃你吃你，你可口。那应该吃到很饱。好了，这动物园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打算要回去了，因为我们下一个景点要去到江南，所以也逛到一半而已就要走了。所以建议大家来这里的话哦，就要早上十点来，真的比较适合走一整圈这样子。我们现在坐这个 Skylift 回去了，啊，好紧张哦。拜拜。哇！快快！啊，这边你的，我救！我再见。哈哈，哇，要笑死了，哇，不是，我的包包被卡住，好慌乱哦，怎么会这样？这个是，这边应该是所有大公园最出名的地方，我觉得就是我们就为了这个来的，真的，感觉如果这边是秋天的话，应该很漂亮，全部都有枫叶的。你们看旁边，超级高哦，哇，很漂亮哎，好美哦，真的好美哦，哇，到底有没有出来？这真的很可怕，这么长，我们的朋友在后面，诶。看，有人的雨伞，有人的帽子都掉在下面。我们要到出口了。我们现在慢慢黑着去汉江公园吃烤肉、吃拉面。我们现在去汉江公园。好累好累，我们大概要走一个15分钟。啊，又饿又累。觉得前面的马路超漂亮的。我们现在来到汉江的便利商店旁边 ，CEO， 它这有一个自制的泡面区。我刚刚选了一个，他们说很辣很辣的。然后呢，想要买点薯片零食，大概买了一些小零食。我刚刚看了这个包装超可爱，我就想要试一下。好，现在要泡泡面喽。好可爱哦，我们全部人拿着泡面。你怎么这么可爱呀、啊？放在这里啊！然后还剩带了好多用具，你是把整个家带来了吧？Okay, everybody. Okay. 哇，主持人哎，讲大声一点。主持人讲的是你的韩文。有的不是，有给主持人哦。还有上一年级哦，还考试呢。我觉得努力配乐深一点，然后韩技术、韩张声音卡。他们讲很好啊。是啊，是啊，我们。其实我也不会说有这个生日环节的东西，突然有主持人了。因为呢，我不要讲中文，讲韩文。哦，对对对，比较仪式感。非常棒，我的大哥，生日 cake。What is this？ 什么呢？一模一样的蛋糕，都是我名字呗。哇，你自己做的哟？不是啊，我爸买的，我爸买的。So sweet， 啊 ，so sweet。欧巴，哎，欧巴。欧巴，阳台所有。阳台吗？所有。阳。啊，阳。阳。阳。啊耶羊이뭐야내고양假笑两个假笑啊听不懂就你长得像羊내고양你是我的羊哦配一个生日蛋糕鼻子好可爱哇哦现在唱一次哦可以拉你啊啊啊money money don 哇你很大高好厉害哦 money money home 好厉害蛋糕哎请问你今年收了多少颗蛋糕我居然给了10个好多蛋糕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大家不知道我唱给谁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不可以生日快乐早生贵子不要用这个角度拍我OK， 现在佩佩在看他的考试成绩。佩佩，你的相机还没开，等一下。没关系，证明书。OK OK， 佩佩，好。现在佩佩要看他的考试会不会及格，究竟他的韩语第一级。二级了，
斯、欧莫、欧帕，他们这边全部都是佩玉的同学。欧莫、欧莫，我们这首 bypass。天哪，我为什么有一种好像我也在考试这样？对，我不是，好像有一种我在查成绩的那个时候。结果我没有在查成绩。哇，知道我们班成绩出来，他们没有。哦，不同班。我们同班，他们。啊！滚钱呐！我们现在玩一个游戏，然后就是要烤串这样。맛있게드세요不想。喂。哦，他叫你带一半给他。扔不下。喂。那个叫什么下？就是这样子。哦，交杯酒。哎呀。连十二酒都难喝。哇，这是韩国的文化，就是呢，生日酒。什么酒都混在一起。哈密达，사랑하는태희，생일축하。哇，好恶心！真的，很像呕吐的味道。好，拜拜。佩乌尔，生日祝贺耶！사랑해요，순기스，순기스，만나요，대박이에요，순기스。Don't stop, don't stop.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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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就要想一条完。